好，走向的部分。好，这前方再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一下画面喽。好，中间。好的，来右手边。好，中间。第一排中间。帅帅帅，太帅气了。好。来右边。来右手边再一张好吗？来右手边再给我们媒体朋友捕捉一下画面。来，后方的媒体朋友如果要捕捉画面，麻烦举个手让我看一下好吗？还有想捕捉画面的媒体朋友吗？来第一排，好，来第一排，第一排，先谢谢。一直咳，一直咳，一直咳，尤其一到晚上夜咳，我夜咳非常非常严重，已经严重到。那你痊愈多久了？痊愈多久？这样算痊愈吗？算出关吧。五月底，五月底出关的。上面没有两条线，应该就可以算。剧组现在每星期一都会验一次，对，然后验一次之后，没有两条线就继续，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两条线的就先回家，这样子。谢谢，谢谢。你还没重复感染？要不要吧，姐。后遗症都还没好。小声下，小声下。大家都不要，大家都不要。那有没有去，就是想说去中医看一下？我前天开始吃，吃人家介绍的所谓的清肺，清肺散。中医吗？它是成药，成药。因为我确诊的时候我老婆有弄清冠一号给我喝，没有了没有了，我说然后用清冠一号给我喝，对，然后可是每个人后遗症不一样，对，就是会那个咳，夜咳，对，一到晚上的时候，那当然我也会跟那个导播说，导播你有听到我开始咳了，然后他说对，那我们就大家努力加快吧。这么严重，还是说你这样看下来你最严重？我不知道，我没有去比较过。对，可是我的，像我昨天连续这样拍，然后中间有一个半小时可以休息，我就想说到里面有一间小房间去那边躺在那，可是我已经咳到他们连外面他们说要背剧本都没办法背，就是只要没有休息好，他就是会一直咳，一直咳，一直咳，你会觉得都对。然后喉咙就会痒，我也不知道，算吧，去看了西医时候他是说是支气管炎，然后也有开了那所谓的吸入器，因为那时候有那个雾化嘛，对，肺部雾化，还会有所谓那种拍起来有纤维化呢，对。你到底是在抓苍蝇吗？我看你动态在那边一直甩，一直甩，人家在打苍蝇，有没有？这是摇臂的呀。呀、yeah, ，最近很流行啊，运镜。对，稍微一点。加入这个赚元钱的行业。我们的产品是男女都可以。哦，都可以。年轻老少都可以，对。嗯、可是像之前的搭档李艳也是，就是这个，那有跟他取经吗？这之类的？没有哎、欸。对，没有。现在是对手了，是不是？不会啦，不会啦。其实，我跟我们的 partner， 其实我们都是非常的讲求自然，而且我们也一起就是说好，就是不会太商业，因为我们不想要为了商业而商业，只为了说，谢谢。为了说，希望可以真的把好的产品，然后。真的就像冠霖刚刚说的，可以用所谓小资的价钱，让大家可以有国际巨星般的享受。因为确实，你看，你不觉得它很像精品吗？对，大家要不要试用一下？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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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当起总裁来的吗？来，可以试用一下。这是什么？来，护手霜。它不是护手霜，就是那个初乳啊，活性初乳。而且它的味道非常好，而且马上就吸，也不油腻。初乳，这是牛的初乳，这是母牛的精华。初乳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种的蛋白。还有可以吗？对，可以。那你是投资吗？其实说钱就没意义了，真的。
没有，真的就是像关林刚刚说的，就是说想把好的产品然后推荐给大家，这才是现在说，就像有些人说，哎，你现在做你会不会有所谓的业绩压力？对，我说说实话，我们可能几个 partner， 我们大家都是算比较随性的，没有人会想要去看报表，你知道吗？这样能长久吗？不看报表？没有啦，就是当然说，当然是另外一种说法，对。那所以你不是用投资拿钱出来投资，主要是你的知名度下。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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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有投资？对，当然对。有七位数吗？百万？当然是有。对。股东有原总裁跟实际上现在担任总裁不一样的感觉。总监啊。其实我觉得我比较像总务股长，真的，因为其实去像我去公司，其实就哎，我很庆幸说有很坚强的团队了，而且我觉得信任专业是最重要的，就是他每个环扣，你只要你每个部门，你的行销，你的产品，就是产品的研发部门，我觉得各个环扣只要扣得好。信任，然后大家把事情做好，其实就 OK 了。而且大家都会在错误中学习，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你是事必躬亲的那种人吗？不是，不是啊。因为我觉得这样很累耶。对啊。那主要是负责哪一个环节？像我看你拿这个，像我现在就是负责推广，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这个所有的产品的发布会，对。又在宣传，对，慢慢的多。那今天一家人的演员几乎都来了。你说就是，有些确诊。我先去。没有，其实对，就是像我在剧组里面，也没有说一定说，就是会一定说邀请大家，然后像有些有事没有来的朋友，他们也献上他们的祝福，我也非常感谢。对对对。所以是发通告这样？没有哎、欸，对，你说发给他们吗？跟他们讲的呀。啊，没有没有，我们事前跟他们说的。对，拿那个邀请卡，对。哦，有拿邀请卡。你刚刚有提到说想再念书，是不是？对。就说实话，我在这是怎么样？喜欢就是很单纯的事情，所以在凤叔姐身上就聊天的时候，我很想跟她聊，哎，就可以了解到很多。那就像因为她就坐我后面，又演我妈妈，那我们两个又很能聊。不管说我也爱做菜，她以前主持美食的节目，我们都可以包含我自己种的一些蔬果。然后送给他，他回去的时候跟我分享，哎，怎么做，我们可以聊了很多。我在身上可以学习到说，哎，他不断在增进自己，念了 EMBA， 然后他就是等戏的时候还在听，然后他有时候没有插那个所谓的麦嘛，我一听我说西洋美术史，但丁人，地狱人，因为我自己本身学美术的，所以我也知道。他说对，然后就开始两个开始分享，然后讨论啊。地狱啊，然后但丁的天堂地狱这样子，对，我觉得非常棒。我就说，如果可以，是不是也可以让自己有这个机会？因为毕竟时间就是这样流逝，人生就只有一次，是不是需要去让自己再多一点机会，给自己再做一个有故事的人？对。那其实也是我儿子他说了，他说芭比，你觉得你后面像你之前没拍戏那边种田，你觉得是不是可以再做一点其他的事？我说哎，不错哦，对啊。然后我老婆也在跟我讲了，说可以去做，譬如说义务的教小朋友画画。那最近刚好有朋友在说，哎，他们画室有要教画，我说是大人还是小孩？他说是大人，哦。我说可以哦，可以。投资做副业是第一次吗？
算在算。没有投资。没有没有没有，不是说我以前不知道，我以前就是很单纯，我觉得今天就是把我的工作做好，把演员的该做的事情做好，那其他就没有太多的想法，所以我才会说我在身边的人都可以学习到，每个人其实他都在你说像凤叔姐对，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可以学习的东西，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也可以变成像他这样子，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借鉴。所以凤叔有给你什么建议吗？做副业？副业吗？他非常喜欢我们家的产品。没有没有，他到底要用理念的还是？没有没有没有嘛，像他在说，他在说他，我们就会聊到说就是副业这一块，他说他的人就没有办法，因为他很直很真，然后我也说，我昨天才跟他聊，我说其实我自己也是，我还有跟我 partner 我们也是说，我们希望我们就是保有我们原本的真诚，然后没有那么的商业，我们希望我们做的是没有那么的商业，对，虽然是做一个事业，可是却不要那么的商业，很两难，对不对？这个让行销来想想办法吧。啊，对不起。就是有没有遇到一些挺觉得辛苦的？说实话，我现在觉得都还蛮辛苦的。你觉得比较辛苦是哪一块？特别辛苦。我说实话，像最近这个发布会，还有刚刚大家看到的拍的那个影片，都是我在拍了三天之后，只睡了六个小时之后才去拍的影片，然后大家看到的这些照片，然后今天的发布会也是已经这四天拍的，也是睡了几个小时，所以我今天坐在这。我觉得我的辛苦没有研发团队他们，还有所有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辛苦，对。你自己有当那个白老鼠，当那个实验，是产品出来的。你说我有没有用我们自己的产品？就是你有没有被当白老鼠在研发过程一直试验？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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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产品好了才有。谈到画画，有没有计划帮自己开一个个人？对不起。谈到画画，有没有计划帮自己开一个个人的画展？开个人画展？个人画展，说实话倒是没有想过。对。可能我之前画的一些画都是已经做公益送出去，对。然后有机会的话吧，对。或者你的画作可以跟你的产品做一些结合。Good idea， 联名款。这边再开一个展。哥你不错真的是。很有生意头脑。真棒不错这倒没想到，对。怎么样？还没。对。是打算什么时候去开始准备？我必须要还是要等这部戏《昂扬戏》拍完，不然你说，这你说去上了，结果也没去读，是不是？所以大概是明年。应该明年吧，明年应该，这档戏，应该吧，应该。可那你现在这么忙，你还有时间陪小朋友吗？有，你有讲到我心坎里了，真的是。像我前天大学前我就睡棚里面了，然后其实也睡在棚里也睡了两个小时，然后之后就又出班，然后拍到很晚的时候回去，然后回去看到他的时候就会想到说不然你再陪我再玩一下或聊一下这样子，然后才让他去睡一觉，然后我再处理我自己的事。就尤其他28号他要去转到台中去读书嘛，对啊，所以跟妈妈讨论完，然后我是那种完全是让他做选择的，我从他从小我就让他第一句话说，那我要跟你一起搬去台中，搬台中哦。为什么要选台中？为什么要选台中呢？就是为了之后的大学的规划，对，然后再加上他自己喜欢那个环境，然后又是寄宿学校，所以他想要试试看跟团体一起生活。他回来居然跟我说，
学校有食人鱼哎。Well, 但爸爸听到他要去台中第一句话真的很紧张，他说完蛋了，那我要去台中住。他没办法离开我。去台中先买个房子、啊。对，他是这么说的啊。嗯、你看，哲博。阿姨也是说啊，到台中先买个房子啊。一个很近。那你看，我那时候跟他说，那我就去台中去你学校旁边买个房子。我还想说他住校也不对，我也不能每天拿着望远镜在那边一直照，对不对？在那边一直看也不对，感觉像变态，我的。你也去教书吗？国中，二十十二岁吧？换你，二十十二岁嘛？对。十三。十三岁。对。他对研学没有兴趣。我觉得让他自己做选择吧。对，我从来不框他的天空是什么颜色的。对啊，就像小时候他画画一样。天空未必是蓝色的，对不对？或许他是对啊、嗯，或许他是个彩霞。那他有女朋友吗？女朋友？我没问他这一块。没有没有，下一次约我。妈妈代为回答，对不对？国二，那姐要用，就要用。你们有用他这边的餐点吗？听说很厉害啊。对啊，你们今天找的这个是一样是 LV 他们办的一样的餐点。这个很好用。是吧？很滋润，而且长期可以用。今天拿到那里面就有了，对啊，对。它是小罐的。对对对对。里面送的是隔离霜，是隔离霜，是正品，正式的正品，就第一罐。你说不会很贵，一罐是多少钱？对啊，我说平价，小资价。要问行销。总监这样不行哦。我不是总监，而且我不管价钱。是假的，那你到底负责什么？我现在负责卖货，谢谢。卖货也要知道价钱，要知道啊。这瓶多少钱？那个舒活霜，舒活霜一瓶是2880。2880舒活霜，这叫很平价，跟海洋拉拉比起来，跟海洋拉拉比起来是平价。可是它真的超好用，对。也是一罐擦到底的那种。它有不同的步骤，可以针对所谓的油性。干性，还有像我自己本身，我是那种过敏性超级过敏的。你超级哦。对。然后不同的顺序可以完全达到最好的保养效果。你自己的肤质是因为拍戏的关系，然后上妆的关系吗？对。有没有脸最常哪里出状况？下午没睡好，长了一颗痘痘。不然我最近其实我已经一个月没有化妆拍戏了，都素颜。那今天好不容易化了妆，然后我们那个化妆助理说：“哎呦哥，原来你化妆起来还可以当艳星哎！”我说：“谢谢谢谢。”对。之前不是有因为素颜然后被网友攻击？嗯。之前因为素颜的关系被网友攻击、嗯。那不算攻击啊，就是说他们说啊、就是说，所以老太啊不适合，这其实很多嘛很多。然后其实是我儿子跟我讲，我儿子说：“哎，芭比，你看到那种就是他们。”写说你看你的老太啊，不适合在演戏啊，你不会生气吗？我说我不会，而且我经常去看 PTT， 我看到他们的，我就想说，哎、欸，你这想法怎么产生？他们有些 PTT 下的那个标题都，还有他们的想法，我觉得非常新颖，我们搞不好连编剧都不会想到的。那他就说，那你觉得他们这种所谓的键盘侠，那人家如果这样批评你，你觉得呢？你不会觉得难受？我说不会了。那我试试看一种方法好不好？所以我就打了那些，就当你下的自己要很小心，然后之后就他看到了那些留言之后，他说哦，原来可以这样，这叫借力使力吧，就是让那些所谓的酸民，然后自己去下面留言，对啊，你
留什么？就像你看对对方留的是说你现在你现在的状态就是就算素颜你也不适合演戏，那噼里啪啦的一些，所以我的下的字也是所谓的就是完全素颜的状态下，然后其实求个温饱，毕竟这是我的工作这样子。对，然后下面就有另外的酸民，然后去跟他说，不然你也配上素颜来给我看看啊。然后对，酸民回酸民。对，其实这都是就是跟儿子一起有一些可以分享到很多事情。但是你应该对你的外貌很有信心的。其实没有哎。是吗？从小很自卑。所以说，你觉得有了儿子之后，就像我刚刚说，真的是跟着他一起成长，然后所以他是哥哥，我是弟弟啊。是哦，那他很早就开始在看网络的东西了。啊，毕竟现在你想藏都藏不了，网络资讯这么发达，对啊。